今天来吃红鸡，我要先吃多一种的鸡色、黄色、红色。金山的红鸡有什么惊喜？是硬菜吧？不是，那也是红鸡肉啊，这不同款的品种。透早四点半烘的红鸡，红鸡够含量。阿公阿婆拢全咧不吃啊！阿公阿婆，啊我啦一个月也无烘去，他就念啊。金山够有什么故事嘞？9月25日，带阿芬啊来去金山，找出在地红鸡精神。